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呢是第20届三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决赛的第二局。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石月九段和我们的柯洁九段，两位呢都是中国选手，这次在三星杯的决赛上会师了。那么在此之前，第一局呢是柯洁1-0领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这两位棋手的是中国现在前两位，嗯，等对，级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那么就是代表着现今的最好水平。嗯，是的，是的，很年轻，现在都是年轻人占主导了。对，没错，那么他们俩正好在世界大赛上相会，嗯，说明中国现在实力很强，没错，是是这吧？样，对，他们两个人棋手呢，之前都已经夺得过世界冠军了，并且都是就这个世界冠军一冠群啊，被我们称之为，就每个棋手都是拿了一个世界冠军。那么这次谁将率先冲出这个一冠群，拿到两个世界冠军呢？就要看这个比赛的结果了。好，那么前面是柯洁1-0领先，现在是第二局。是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这盘棋啊。十月执黑先行，他是嗯。哎，不止这个，这个是十月，对，然后白棋这面，柯洁二连星，对，然后在这面挂，是，下了这个高中国流，现在比较少见了啊。这个之前下的是那个年代多一点，中国流居多，现在不是。下中国流少一些，嗯，哎，一般对付中国流二连星，这个布局应该是常见的，嗯，哎，比较多，以前很多的，对，过去都这么下。现在这个棋，那就过去的，我记得路数就是你那边中国流一般尖顶一下，这个在这儿放一个也都有的，嗯，哎，也有在这个地方走在这里的，嗯，啊，等等，这个太多了，哎，也有从那边挂。啊，这个研究的布局，这是过去，都研究过的。啊，对。现在这个柯洁他是走的什么？柯洁是，走的这个。对他下的一间一间低价，低价。对，这个我觉得都是能够下，这都应该是，体会这个几个下法都一样，就看他对这个研究的这个，准备的。嗯。白棋呢？之前我记得，如果说是挂完了，黑棋下个低中国流的话，有三间加的，那样下的话，好像下的人挺多的，我看还。你说这个白棋在这个？对，白棋是三间低加的人挺多的。哦，有的尖顶一下，加过来居多，尖顶。哦，尖顶完了再加一个，好。但是现在这个都多了，布局很大，我们就先主要是看看后面的啊。好好。那黑棋下的这个？对，这个。他这个选点也挺有意思的，嗯，他这个是自己拆了个三，然后离白棋这个子呢还有拆三的这个位置，对，嗯，这也是个好位置，那再过来一路也行，但是这个也应该说也是一个好位置，他怕你在白棋在这地方再走拆过来，嗯，那么白棋他防止你白棋拆二了，哦，那么白棋往那边走，白棋挂角，挂角，嗯嗯，黑棋跳一个，对。然后直接就点三三。这个直接点三三，以前不这么下，以前都是拆星位啊，或者最多是二路飞居多。二路飞和这个拆这个星，拆星非常多。武功从来都是拆星啊，什么这个他不会点三三的，嗯。但是这个点三三呢，这个最近下的非常多，对对，有研究。是。他觉得这个直接三三呢，它主要是要脱先。嗯嗯，这个我们可以往后看啊。它主要是意思就是要直接点完三三，要之后的后续手段，它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搬完了。哎，对，一般这个黑棋都是搬下来，接住白棋飞飞过来，然后黑棋靠，对对对对，这样。它加一个。主要是要加一个。以前呢，说是单粘的话。啊，那黑棋周围外势比较厚，是。他现在不补了，嗯，先加一个，让黑棋啊有点不舒服，嗯。黑棋你要是立下来，他可能要补，哎，你说单立的话，
假如说现在黑棋单立，单立他如果再补，那我倒便宜了。这两那能加着一下总是好，总是便宜了，这让黑棋不舒服。对，一般的是黑棋不愿意立，不愿意立。是的，这个不愿意立的话，是要补，不补那一般是个净死里面，这个变化挺多。现在黑棋是单，他要搬这个，对，他搬这个，对，一般是搬这个，搬这个他就假如不立了。因为这个立是先手了嘛，现在白棋。他也不马上补立，他反正这个地方你要吃他很累，一般你要吃白棋自身就很困难，这个角就基本上可以视作他活棋，基本上吃不了。是的，是的。然后白棋现在拆三，白棋拆一个，这好像都成谱招了，大家都。这是谱招，这是研究的布局的谱招，这个运用了多次，都是可行的。你看柯洁。这么大比赛他都用这个也是对这个认可，觉得这样是白棋可下。但是这个一般的说啊，刚开始点三三以前的理论是觉得黑棋厚，这么早点三三是应该是不可以的，就觉得不好，不好。但是现在早的话，你黑棋这么厚啊，如果不发挥这个厚啊，那就是白棋也比较也可行。对，就是你没有什么招的话，你这个后势不发挥，觉得可能也不见得你这个不可下。现在白棋都是这么，现在都是这么下的，那么作为柯洁来说呢，他觉得他的布局啊不是他的强项，所以说这个局部能够赶紧定型，把这个差不多，反正这个脚上已经差不多已经就下成这个样子了。能把它定型成这样，那么别的地方再战，可能他觉得比较有利一些。这也是他在这个局部之所以选择点三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他把棋盘缩小了一点，先。这样他那面反正是一个这样走完了之后，那算告一段落了。对。现在是黑棋。现在黑棋把这跳。这个也挺关键。对。跳这个。要这个走，这个走出来，实际上你那面后如果都能够发挥。然后把这个子拽着进攻的话，这个中国流呼应，那当然也很不错。这个就是这就看这个中盘力量了，在这个地方。是吧？对。那么跳出来的话，白棋这颗子肯定不能随随便便被人家罩住吧，刘老师？那肯定是要跟着走。对，肯定要走。对，这个是对这个跳出来肯定跟着走。这个如果是飞在里面，他会压在上面。他觉得那么厚啊，他说觉得白棋在外面不好。现在他跳出来就是要拽着你这个弓。对。那么白棋这个尖一个。尖顶。对，尖一个就防止你以后再飞了。这个我尖一个你也中。然后再跳。对，再跳，这个比较强，就是说。就是实际上你这个呢，我虽然往下外跑，也拽着你这一块。对，而且待会儿如果说白棋这儿有个子的话，对对对，他就可以挖。这个隐约有个挖的这种手，但一般不会挖，但隐约这有这个要防着这个挖。对你小心。随时这面回头，如果稍微多一颗子的话，这个挖是成立的。对。等成立的时候，他不管怎么说，给你留着一个手段吧。嗯。这个形状呢，就是说你也没有眼位，大家一块跑。对。是的。现在这个是点三三。对，对，这棋这一般补，如果说想补这个挖段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先点。那可对点三，你不能这么去补，这样补那就太俗了。但补这给他交换太俗了，这是不可以的。这一般是不肯补。他就先不补，不比如说先往前跳。跳或者是点三三，点三三呢，就是先看一下对方的这个应手。黑棋实战就是先点了三三。对对对对对，在这儿点三三呢，过去这个形状啊，都是以前。研究啊，觉得这样的话以定型，连点三先试对方定型为好，定点一个三三看你怎么应。你是挡哪边？一般可能真的是让如他实战这样挡这个。对，一般如果说白棋挡这个是不是不太肯呢？这样挡这个他很有可能是这个就挤过了。挤过这样也可以，你要是这样是冲过去，冲过去他可能先走别的，以后还有扳呢什么之类的，这个他也认了。他觉得黑棋这活到脚上也对对对也可以，将来留一个挡了冲。对，是这个也是一个也可以。对，或还有别的，这个就差不多。他大概那面再走一个，这也是他能，我估计大概就是这样。是这样。对。但是柯洁肯定不会那么好脾气。他挡这个不挡这个是对的，我觉得是挡这个对的。这个是要反击的。他要拽的，一般的情况八成是挡这个。黑棋现在挤，现在是挤接上，对，虎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然后走，对，这个是个定型，
冲了挡。一般都是这么的，你就是挤的时候也不要打，打完这个被他再打也不好。嗯，所以这样的干脆就大家拐一个，拐一个。嗯，大家就这样，我捞一个实地，那么他定型往外走，也可以吧？嗯、对，这也算一个比较普通的定型吧，刘老师。也是一个普通定型、嗯，是的，很正常，就是双方下成这样，拐了一个白棋接上，嗯，对，我不知道这个黑棋，因为第一盘下完了之后，十月他是知道他第二盘是拿黑棋，他可以做准备的，嗯、是当然可以，但是不知道这个白棋这个一间低加他会不会想到，然后之后这跳出来的一系列想法，这个下法，可能他不会说想这么细，他可能会翻翻以前、嗯。他对手的对这个形状的这个一些下法、哦哦、可能是这样、哦、但不能说那么想的布局想那么细，可能只是想着打方向、大致上是这样。哎、我作为棋手就这么准备。因为白棋这个一间低加和上方的这个点三三都比较有点稍微会让黑棋出乎意料的、嗯、是是是，不是说完全是按照常规的招法的。对、嗯、这个呢反正也是损一些实力、让白棋这个这个实地啊，就也实地化了。嗯。如果没有，而这个一般我自己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对白棋进攻的话，好像也不便宜这个。对黑棋这个下法。哎，对对，得对他呼应这个大势进攻。嗯对。嗯。所以说，当初他这个子既然是搁在这儿的话，因为他离得比较远嘛。嗯。如果说近一点的话，可能对白棋这两个子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嗯。但既然是远了，那他再跳出来这个作战呢，可能稍微差点意思啊、嗯。但这也不好说，这还早得很。还早，还早，这还早。嗯、局面肯定早得很，现在黑棋跳了一个，嗯。跳这个啊、但是他这个是走这个，这还有这个跳，嗯、或者是不是往我说这个会不会这样往前走，嗯、或者是飞一个吗？啊，飞这个，你说、他如果搬进攻还是怎么着？进攻这个怎么样？我被他跳，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嗯，嗯对。但是现在白棋是不是来不及搬？如果搬的话，不，你先跟着走，跟着走。啊，你连搬就这样打了。就打吧，接上，然后接上，跟着走。对，跟着走。嗯，这白棋得硬一个，要不然什么也没走着。那这个，这样他这个恐怕不行。对，这两个白子好像太这个可能白的不好。嗯。我说这个反正也可以考虑先从头你走两下我再跳，这个形状好一点。对，先把或者刺一个哈。嗯，是的。这个看看那个后面，他是没有这么走。嗯，因为就是还有一种先刺完再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啊。对，是的。那么他是跳的，被白棋跳，当然这个也没有，这也正常。这个跳是必然的。是的。是吧？这个跳很大。嗯、对。是没错，但这个跳完了之后，我就觉得白棋这块棋啊，这出头很畅，出头畅一点，嗯，而且旁边不也有飞啊、跳啊各种做眼的手段？就是，对我就是说，走完这个之后，这个形啊不太好找，嗯，哎，就是黑棋这个形状再走的话，感觉不是很好找，对，不如刚才那样，我说刺完飞的话，这个形状啊会眼位好一些，现在比较形状不是很好找，嗯。对，有点困难。但是这块棋呢，你如果想自补呢，也不知道该补在哪里。人家这个底下都很坚实，你也走不动。是，这个形状往底下走没什么需要研究一下啊。嗯。然后他往前面走。他大跳了一个。大跳一个。嗯。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你往前偷偷的往前走。对，把头走畅了嘛，这是很正常。是的。嗯，但是柯洁接下来人家一飞，他有点难受，我觉得下了。这个地方刺一个。啊，他先刺过一下。嗯、刺一个。嗯，黑棋。刺应该是，黑棋先点了一下。对对对。嗯、然后拔。白棋比白棋爬一个，这个如果冲断，他可能靠一个，他也觉得没有啥意思。哦，被人家走到那边去。哎，对对对，他就是退一个，他白棋粘上，然后再过来。黑棋大跳。对对对，就这么下的。所以我说这个刺完之后，这个子先正过的把头歪过来啊，你再会跳呢，这个形状眼位会多一点。被他一跳，现在你一拆啊，现在白棋走这个稍微有点难受。对，这个不走，因为他瞄着你的这个你如果脱先的话，这个地方也真的是有问题。对，这个你看这儿有个靠，这个地方有靠。白棋如果你黑棋再不走的话。他靠在这儿，这星位一靠，好像黑棋很麻烦嘛。也有点讨厌这个。嗯嗯，这个
我们说说，你如果上班他连下班连班，上班他也是班。那不管班哪个，他都是反正都是有点棋，真的是有棋。啊，这个黑棋已经连不上了。这个有点麻烦。是的。啊，嗯，得横着一靠就把你靠断了啊。这好像是有点有这个形啊，有点问题。对。嗯。所以之前可能这个棋形是棋形，我觉得哪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我说先走飞一个啊。嗯、现在走呢补起来有点麻烦、嗯，你如果顶一个呢又不肯，顶一个、嗯、顶一个不太肯，是你要防那个靠啊，只有顶一个可能彻底防了。嗯，顶完它长你再拆，比如这样，哎、这样是一个，你再靠我这个可以搬一个，这个可以。防住这个，嗯，这个靠是防住了，哎，但是他可能不会走，他也可能走别的，他可能是那个什么了，他可能白棋就跳在这儿了，对对，哎，这补的，所以这个顶他不太愿意，对，嗯，他补的有点损，对对对，觉得不舒服，不肯不肯的啊。现在那你们黑棋呢，他就是走的实战，他补这个，为了走补，他爬一个，对，这个棋呢爬完之后啊，本身形是要尖的。嗯，正常是应该虎在这儿，正常是走这个，对对对。嗯、但是人现在虎了，白棋是不是要从这儿？对他觉得这个有点落后啊，这个形状别扭啊，这你看他虎完这儿刺完这儿，刺两下，哎，他有点别扭。嗯，哎，如果从找原因的话，我觉得就是往前找。对，现在是有点别扭了，效率不是太高，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对，所以呢，他就要求实战，他就没有不肯走这个了，走这个被他飞 啊，觉得那个点也挺好。是的，干脆我就先抢了，不管这边了。嗯，这个就是那个当时的实战心理，这就是十月啊。嗯、我们看他实战心理，是实战进行吧？看他下的，看他怎么下的，他是拐一个，他是然后他就索性直接拆过去了，因为他觉得这儿补不好。哎，对，他说我那边你补一个，我再尖一个，对，那是可以。能挂到一下总好的，对对对对对，当然 是这个棋，你要是跟实力稍微有点距离的，嗯、或者让子或者什么，那当然必须挂。嗯、你一般人家走一个再走，我都走着了。但是现在你面对这个柯洁啊，他走得很，他对于你这一下找出你这个形的这个弱点，嗯，他就直接就打进来了。他是靠的这个，哎，对，这个比较狠呐、啊。对，这个、这个形状要。一般的形状就是你想冲击这面，你先靠那面，嗯，就直接进入，哎、你想对这面就是说我靠在这儿，你一般呢，他一般是这个意思，嗯，他要加这个你就比较麻烦，你要加好像没有办法，你尝试太无理了，这个他就顶一个这个或者怎么样，你这个这可能都要死这个。对啊，这黑棋这块棋现在已经全都在里头了。嗯、你这个棋呢，加的时候你大概你最老实就这个了吧？虎在底下，虎在这上打一下，前面打一下。这个就打的时候，哎，然后再打一下。对对，打一下还是连不上，打一下有点难过了。嗯，你这个棋你粘，你要是走这个的话，被他这儿提一个，你走这个、啊、这里面有打劫，这就算他粘上你走还有打劫，他的形状也。这个你就很难过了，对，所以你而且你要是顽强粘住的话，那更麻烦，是不是？现在黑棋粘住的话，嗯，粘住被白棋顶断，顶那个是吧？顶那个换一个顶的，换一个顶，换一个顶那个，顶这个更强，好，顶这个更好，对对对对对，白棋顶那个是顶那个呢，就基本上你这一块啊就很困难了。顶这个要麻烦了，这个现在不好走了，不麻烦了。这个棋这一块棋，那基本上在很难，就算尖出去，你要直硬来一打的一粘就不行了，打哪个都不行啊，它最多也就是尖出去。哎呀，这个都不好了，这个不好了。这个它硬来的话，压你也可以，都有可能。招法很多，比如说这样，哎，都可以。它断的时候你再接上，嗯。这各种的你都是很被动的，只能是被动挨打的状态。反正这黑棋肯定是这个是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个棋呢，关键是这个加的时候啊，他给你设计这个加，嗯，这下的黑棋很难过。加的时候已经不好办了，所以你靠的时候你不能，嗯，要防那个不能搬了。所以这个棋，它这个靠是个好棋。对，它靠完了之后，这黑棋下扳不成立。对，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这两个怎么连起来的？我觉得最顽强可能往下立一个。这立这个是吧？为了防这个那个什么，哦、哎，这个最顽强的。
但立这个白旗现在会挡下来吗？挡我再搬呢、啊，这个旗就好办。再搬上面。哎，对对对对，哦、这个形是好的。这还好办一点。哎，这个形比较好，这样走的话，我觉得黑棋是可下的。嗯。哎，就也许白棋不见得就马上搬，他要至少他要他走想点想，别的要想啊、哦，想。是的，是的。哎。比如先，黑棋先往下立。他有可能是什么飞了，你走他点的，我估计可能就这一类的。嗯。估计是飞一白棋个，飞，哎，飞一个，黑棋你挡挡一住个，的再话点再一点个，一哎，下，可能就这一类的。就看他怎么但是怎这个么黑念。的也不舒服，这就黑的说，也下的挺难受的。你这他挡着，对，也不舒服，大也概就是这一很类的。难受。那么他是这个10月这个时候啊，就比较顽强了，嗯，顽强，对，对，下得很看顽强，10月是上班，对，上对，班这个是强，嗯，10月也是，你看他等级分两个人，第一、第二，那对对10月对，绝对也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好对付的对人，付的，是不对，是？而而且且之前对，之前是他跟10月跟柯洁胜率还不如他，是的是经的，常输给他，嗯，就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战，其实柯洁就今年来说的话，柯洁并不占优。联赛的时候就柯洁输给他，嗯，是，而且联赛是，正好是我这个队嘛，柯洁，对吧？我下这个联赛主将跟那个贵州的时候，柯洁就输给这个10月了，他俩是老对手。对，而且10月在，据说在好多年前，就好几年前吧，就已经对这个柯洁啊引起重视。他说这个，在当时的时候，10月是等级分高居第一，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谁的棋比较难对付，人家问他，他就说柯洁的棋比较难对付。哦，那他还所以他是，还是比较了解他的，对看对起对，来，他的那长了一点，尝一个这个棋呢，它是立，不是粘的，粘的，对，他粘这了个一地个，方的形状啊，嗯，两个都很敏锐，对，现在下成这样了，这个代表他们的实力，没错啊，现在白棋这个黑棋肯定是要走上面，我觉得是对的，对对，下面白白棋。棋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普通来看呢是应该压住他，但是白棋接下来呢下了2步好手，应该说是，啊，他到底是怎么下的？这个好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0届三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的决赛第二局，由10月对阵柯洁。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黑棋刚刚粘了一下。粘一个，现在这个形状，哎，在这个算是黑棋连起来。那么白棋下面怎么走？对。哎，这个黑棋这个，总算这个跑出来啊。嗯。那么白棋它是搬了一个，对。走一个，关键是第二手是个加一个好棋。这加的黑棋很难受。他你要是走硬的话，你要走这个，他被这一冲就麻烦了，这这一个棋块就全死了被搁啊，一在里般一面断了。这就完了，是的，是是吧？的。所以这个加一个让你不能反击，嗯。你怎么办呢？这个你如果挡一个的话，假如，挡一个，挡一个，那被白棋底下打吧。挡一个，嗯。打一个，对，那这个棋不好，然后被他再。虎一个。哦，对，白棋的形状比较好，这底下一只眼都没有，哎，你它待突会然连断起来打了，是一个急打的状态，是一个假眼。这个形状是白棋喜欢，他就是啊，因为这样那个比较强，是是，所这黑以这个棋单挡呢，他又不肯，那么是最啊，后呢，就是10月是选择了就粘一个，实战就粘了一个，这粘一个呢，就是说以后打呢，我是就是硬双着，啊。就顽强着就完了，就如果说哎白对。棋急打，他就顶在这哎，儿对对对，啊，就是这样。你提呢，我就反正就挡住你呗，哎，那就这拼再这个挡吧。或者搬，那就这样哎，吧，就拼先这个这样，就也嗯，可以，哎，是的，或者搬一个也可以，哎，反正嗯，就在这儿顽强了，再说对，了，打一个他提的多数他可能搬，哦，哎，这个棋，哎，所以这个地方先暂且不说了，对，哎，他反正加一个你这个便宜了以后呢，白嗯。棋有各种利用。那么白棋就转头在那面，对，刚才我们本来搬之前就是想压这个的嘛，现在他搬了便宜到这一下，对，对然后给他留点隐患啊，有这个对对对，对。急打，然后破他眼的这手法再压回来，这两下便宜到但是这了。个柯洁他觉得这么让黑棋在中央走棋啊，他说黑棋转到这面，他觉得这个他这，我们觉得下挺妙，他并不觉得 不多觉好。得自己有多好是哎，吧？他觉得不见得就一定便宜。嗯。他说觉得还回去还得研究研究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哦，这就他的想法啊。对，那么他走上这个之后呢，是的确要必须要先抢这个了。白棋这个时候呢也找形状，他说顶一个看似有点俗，但实际上这个顶啊，
比较可能是形状。对，哎，你长外面的我就虎，你走这面我就斑，就这么对应。对，如果说黑棋长外面的话，如果长外面，对，刘老师，如果长这个，他会虎一个。他假如说他扳住，对扳这个，扳、啊、我长。哎，这个棋呢，他就这一打，底下是有问题、啊。这一打就有点问题，这打有点问题。就是像刚才那样，如果说顶再提掉的时候，他肯定不能扳，他只能拐打，对对对对对，那么留一个大劫。哎，对对对，在这儿打劫。哎、就是嗯，是。这个棋就有这个棋了，就有个打劫，打劫把这个要切断的可能。嗯，是，没错。而不光是那个什么。直接那个什么一提一打，这个地方还有紧气的问题。啊是啊、嗯，这是黑棋的气很紧，现在走这个。对, 对, 对、哦，把这个，现在白棋一断打，这已经是立马是要打劫了。啊、对对对对这然后这还有冲断的问题，啊、你得小心。所以说他是不能长那个。嗯。他最后选择的是往后退。嗯。往回退了。嗯。黑棋长了这个。是这样，白棋搬上面、嗯。对。对。白棋搬。这里有个子。对。是吧？然后白棋搬这个，白棋搬这个是，嗯，这个是总是一本道往前面搬嘛，嗯。那如果说能搬了，然后把头长出去，往黑棋的这个空里面大踏步前进的话，嗯，白棋的方向应该说还不错啊，觉得。对，还可以，还可以，哎、现在就是这面，就是主要战斗在这面。对，现在白棋能不能先赶紧进去，但是你围着你啊，追着你，如果你忙着做活，啊、只是在这马眼做活，是白黑棋希望的。是的，是的。如果你只是做活，嗯，那你又没得到什么特别的利益的话，这形势还难说。对、嗯，都不见得怎么样。黑棋也希望能够进攻你，让他在他你一做活，他这都成空了。嗯。这不把他撞实了，成为地了，那是。他的进攻效果就好了，就成功了。现在呢，他是没有这么下啊，白棋走的这个，白棋贴了一个，是在这儿。对，这个贴很强，嗯，因为这个地方有冲，使得你如果说黑棋硬在外面的话，现在比如说他硬一个跳一个，那他有个冲。您现在是不是直接就冲过来了？直接。那他现在挖呢，行不行呢？直接，你现在挖一个啊。挖一个这个棋，您是不是还是要从这边击打，还是怎么着啊？啊，有可能是击打。我看，要这个棋挖，我现在是我这个棋，我还真有点懵了。这打一个，打一个，他只能粘上。好像还是应该打一个，提一个是吗？对的，提一个，他现在不能搬了，搬了被击打坏了。对，他再打弃子，您从这儿打、嗯、打穿才吃通了，所以他只能打这个。也是这个棋，那还是这招，嗯。这黑棋留这个毛病真是很不舒服，也是这个棋，他总是走不动，外面留有一个隐患，是、嗯、也是这样，你跳走这个他也是要从这个地方打、嗯、打完之后呢，以后这个地方总还是以后也有长，没错，我想是你用这个打劫呢拽着你本身没活嘛，他中间续一续劫财，嗯，应该是白棋这么下。是的，嗯，那实战黑棋不敢硬了，黑棋就补了。嗯，他这儿有个子、嗯。黑棋是补的这个粘。嗯，然后他粘上。对，他现在是断一个，在这个地方。白棋断一个。引起这是必然的战斗了。嗯。对。哦，这样哈、啊，直接就黑棋跳一个，他直接就把它断开了。对对对。这个挺狠的，确实下的，然后再一贴。黑棋现在挡不住他了，这一冲，白棋这很轻松就跑出去，这把黑棋这断开还是很有作用的，确实。这个是比较狠的，嗯，直接就这么给你断开，嗯，断开了之后这一块的死活也以后，这个也是个问题。对啊，而且这外面黑棋也不是很安全，嗯、比如说，白棋就笨笨的冲一个。现目前他可能。暂时没有，看作是黑棋粘了走。哦，好，那就这样吧。行。现在黑棋是走的这个，黑棋一般是黑棋，你要是走是打这个，对，打底下打这个是比较普通，给他活了可能比较普通。嗯。现在他点一个呢，让你逼迫你卖一个，他有点不舒服。嗯。靠完之后呢，这个断现在目前是没有了。对。断不掉，但是白棋损了一下、嗯，这个也不忍心损的。啊，但损完之后呢，他就抢了这个
他把这个走了，他把这个刺了，他这个干脆也没有什么保留的，然后就把这冲了，对，冲了，没有什么保留的了，就直接杀这个棋了，嗯，这个比较强，这个是特别强，本来是黑棋应该打这个的，对，让黑白棋往中央走，是或者飞一个他补，但现在你既然这么攻着白棋，他这个一立呢，这块黑棋啊，就已经没有两个眼了，嗯，这个头已经没法出了，你说你飞他，我就一贴你这个棋是跑不掉，那个头是没有出不去的，是的，那只能是那个什么这块棋跟这个对杀，对，现在是这个。打这个是吧？对，打这个，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下得很强。这个点，黑棋这个点本来是应该打几下做活的，对对对，就跑去先要、要白棋，是，先要威胁白棋，然后白棋呢，他说你既然不打，我就先立下来，这个我交给你，看你能不能把我杀掉。对，我要是我有可能不点就打这个。对，这个打非常大。我想这个打这个是应该要走的。嗯。那现在走成这样，那就是两个人就是硬杀了。对，这块棋跟这块棋的搏杀，看谁能够那个什么了。一个是比气，嗯，如果你这个棋要是说在这个意思吗，应该是交换啊。他比如说他现在粘一下是吧？你说粘一下，这个是他的黑棋，粘一下黑棋要、白棋要长，这个长太大了。如果在这儿硬杀，嗯，是吧？这个棋呢，白棋可能是飞一个。哦，这个你要杀我是大概是这样，他应该补这个。这个棋呢，就是这一块棋跟这一块对杀。对。嗯，好像是白棋还是占点上风吗？对，占点上风，因为这一提，这个棋就不好办，所以你这个黑棋要提这个吧。黑棋得走一个。对。如果说他走一个的话，啊，那就好办了，这棋。啊。那白棋把这只眼灭了，白棋是不是要眼杀呀？啊、给他杀气了，我估计也有可能他走这个。黑棋把这白棋的眼，这个、他拐，比如说白棋拐一个啊。拐这个。嗯。拐这个，那他把你这个眼也灭了，那就有可能。假如说这样，拐这个他把你这个灭了，您把那个灭了，哎，这个也不小，嗯，这还是这真有点乱，这就乱了。我估计那个走啊，不要去拐这个，哦，别拐这个，别拐那个，哦、好，你把这个煎这个，煎这个气可能更长，小煎一个，哎，对，煎这个，那黑棋搬这个，你就走这个，就打回去，哎、对，然后他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样的话是白棋可能有点力，嗯、这个白棋杀对杀白棋有力，小尖，嗯对，哦，这白棋杀那个，他主要要做这个眼啊，他只能搬在这儿，嗯、他不能打这个，你再拐，你再拐那个，但是再拐一个，一个那这样这个眼呢，其实气很短，那这个棋白棋这个眼呢、可以做大，是的，啊、白棋你比如说我立一个，嗯、你粘上，然后那么我这一走这个。这一刀就这就是大眼杀你的小眼了，哦、这个小眼。对，这棋应该这样杀比较好。这样、好。大概是这样吧。这个气会白棋有点有力。对，嗯，那看起来这个杀气可能是黑棋有点不敢。嗯、对，嗯。那么这个棋一下摆了很多了，把黑棋没有去直接就照进来。他是走的什么呢？他挤了一个，挤这个，是局部是个好手。如果你要硬吃，他被他反吃，打了接上了，对，他就把白棋你就是马上你不好挣脱。现在挤一个，这个棋不能动了。对，是的。不管你是吃，他一这一吃你麻烦了。是的，是的，是吧？嗯。那么你不走，你说单粘也不行，单粘人家粘先生都不要走，只能去老老实补这个。对。这个棋呢，让黑棋吃这个最好。这个、对，如果冲的话，被他冲过来，你后手一个眼。嗯。现在吃这个先手一个眼。现活了，底下他搬有一个眼。哎，对你如果白棋粘上，这是活了啊。如果你走着被他一搬，这个棋眼、这个底下的眼呢是白棋破不掉。对，是。哎，你要破的话，只能这样。长一个，然后他一冲。你不好办了。你打的时候呢，他不粘，他可以搬一下。嗯，这不好办。这样。这不行。啊这个不好杀，哎、那个眼，你打一粘就眼，你那一补，他一叫吃，你这接不归的。是的，是的。哎、这个，所以这个眼是不能随便去破的。嗯。大家就视作他这个眼是有的啊。对。那这个眼就不能破。那么说，现在是只能说他活了。嗯。这是先手眼，这黑棋这一块是活了。那么白棋呢？
就是说得到什么，他就干脆就是我，你震不了我就往外跑，把头跳出来，跳出来。对，但是白棋待会儿一提，这棋其实做活也挺容易的。现在目前要吃白棋不容易，对，是的，也不容易。嗯，他这个地方有眼，这个棋有眼，而关键在那个地方唱着头，他能往你的里面走。没错。那现在黑棋走，黑棋粘上，粘上，白棋长，长一个，对。黑棋尖冲。直接在那面走，拐一个，对对对对对，把黑棋还是要摊那个要走这面，它弯回来，弯这个，把那个那觉得那个头啊，给它，要不然被白棋封住，觉得太大了。是的，是的，嗯，这块如果都算是白棋，或者说它是飞一个，你即使能活个角的话，这角也不够见大得，因为它这个虎是先手，虎如果那样的话，它有可能这个眼不是眼。就是说，这个扳已经不是先手的话，如果那这个如果你这个就扳不是眼的话，这个虎是先手，急的手啊。现在他目前不用。那么现在走成这样之后呢，黑棋这当然这个很大，因为这个虎也先手，这个加强很多，那个地方有威胁。现在白棋是飞的，对，白棋飞这往里钻。是的，哎，它贴起来，长。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黑棋要小心的了。像比如说这种走啊，你如果这块棋要进攻要吃它能吃着，当然能攻得很，那样行。但是这么厚的时候，你还去连一个，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那是不是要往这一带走一个呢？我觉得要抓紧，我的感觉应该走这个。哦，走在应这儿。该走在这儿。哦。你既然都走了这个，先威胁这个。先问你一下。哎，先问你看你走什么？你看是你是连这儿呢，还是怎么走？这个下来就给它下来了。都那么厚了，哎，以这后往那儿飞一个是不是有点缓呢？缓，我甚至这个都别走，反正我那个先走，先进攻白棋。你如果挡我那搬起来你不肯，对，那么你往上走呢？走在哪儿？这都比是如说白棋能不能跳一个，我帮他摆一个。不是跳，他有可能搬起来。搬起来是有可能，黑棋搬起来。搬起来的话，你看你这个都是随时一拐，不都死了？对，这好像是吧？白棋越来越危险了。危险。这个棋你怕的什么？这儿有飞，那儿有，那有冲断，只不怕。一会儿如果粘上，这三个子被吃了，还是太心疼了。就是说，这个棋你肯不肯打我？你打了有那个角上是进死了。对，一会儿被一扳就进死。所以说，先这个地方应该先进攻。应该先进攻。是的。我是这么认为，他没有进攻，他是走的这个飞啊，这个地方厚，虽然是非常厚，飞过来了。但是这个竖着三个，你的厚啊，你一飞过来，这三个厚啊就没有发挥了，让白棋动手在这个地方飞一个，这个挺要命的。这个他被你切断之后啊，那个薄的变厚了。是的，是的。你现在归路不知道走什么了。现在黑棋很麻烦，这里谁先动手这是关键。现在再走这个都来不及了。对，他就你现在走这个人肯定切断。切断你那个都不看着不没有用，可刚才不，刚才黑棋走这个你飞下来你当时也切断不了我。有了这招棋，真的是大事啊。是这天王山站住，你还真的不好办。可能。在此之前，进攻的逆转。在此之前都还难讲，但是这步棋现在，黑棋陷入困境。这是关键的。如果说刚才这个不飞没下在这儿的话，这个还不好说。你应该先动手，那个时候先动，甚至这个都不要去走，至少直接走，直接走，这以后还有靠断的。对。直接进入那个什么主题的是在那里，你在这个地方走两个，局部就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十月可能状态也不是太好，是的，不够锐利。对，我觉得这盘棋给我的感觉就是，本来它是这个棋风很厉害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盘棋完全没有显现出来。被这个柯洁追着打。是的，是的。有点那个士气被，就是那个劲头被压着了。对。好像那状态不对。你看这样的话，有点畏首畏尾，这棋一下子你还就憋气了，你不好办了。你怎么？你只能处理这一块。你走什么？你走这个被他飞过来不行。他先虎了一下。虎一个，这是他的，然后他是震了这个，对，你要往外一走，他飞你也不行，那要有断。嗯，这个走这样，你看他盯着你走。嗯，这个棋你只有这样，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大吃。哎，对，只有这一条路，这一条路走下来呢，你使得白棋他比较主动。怎么说呢？他那个他把你两个吃了，他就顺着你走，这两个给你吃。嗯，这两个吃了那个厚了，本来你没有两个吃，我进攻你活起来很累。嗯，哎，你被我攻得很惨，然后转手再走别的。
那就比较好。要我说这俩不交换，攻了半天之后，我说不定都靠断都有，更何况我就是飞过来都行。现在呢，不同了。对，现在被他吃完两个之后啊，他这个棋还先手。我们再看啊，他是非常厚白棋。白棋这个棋呢，中间要尖断，它有个尖补棋，而且关键后嘛，以后啊这个地方还留着东西。哦，就是以后下面跳点，他有这个。对，由于这个棋是先手，你看啊，你只能走这个，你只有这个，然后我尖。啊，只能打吃。对，提掉，黑棋断打。对，这再来一下。嗯，你再来一下，这儿冲一下，这再粘上，一个也没有。哐，这一冲，直接你就麻烦了。你要不就这次五个子被我切掉，要不就你这中间全要掉了。这个杀手锏很厉害，这个棋你拐我就我只要腾出手来，这么活了。啊，不。哦，只能哦，这个对，这还更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您要是再走，那我就从这儿冲断你了，那我就不留情了。对，这个也不得了。因为刚才不能直接冲。这个不得了。刚才直接冲被人吃掉了。这样你吃过来，把那个都拉断，这一下也是决定性的一个对黑棋后续手段能够决定性的一击。对。关键在前面，关键这个他好像在，我觉得啊，就主题。就无神经的就跟着对方走，结果就一下子让白棋动手，你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是，好，我们再往后看啊，这个地方这个棋呢，柯洁越下越顺，那是，我觉得之前还很难说，之前纠缠的这方面都难解难分，都还真的是很难，但这一下子基本就差不多了，哎，这一下让白棋啊便宜了。然后我们看后面，现在白棋落得先手，现在白棋哎，把这块棋好好的补活。他落腾出手来了，他把这个走了，咱先提一下。对，提一下试一下。对，他看你敢不敢击打。他一般不接，这有这个打劫，一般是虎这个。对，这个，但是还掰一个，这个比较狠，但多数是会接一个狠的。他主要是这一带啊，他有各种先手。哦，他只在家打劫，他肯定不怕。只要这儿全是先手，这就全是先手。对，有劫财，这都是劫财了。是的。哎，那么搬一个呢？他试他应手，这也是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嗯。使得他是粘是挡，最后他选择挡，这粘一个是比较顽强。如果觉得形势不利的话。可能就粘一个顽强一下，现在呢他就是这样挡了一个，黑棋挡住，那他就简单化了，把这个飞了粘上，然后他把这个吃了，这个活挺大，这个活起来连木的，对，活起来不小，但是那个杀手锏大家都看得清楚，就跳点一下，那一跳点马上就不对了，就这五个子全掉了，对 对, 对，因为你不死这五个，那这块全要死，对，那肯定不行，对对对，必须要走了，所以黑棋先试了他一下，哎，对，那白棋硬得很冷静，他就保证你底下没有两只眼就行了，这个哎，是是是，这先试，对的，不走的话，他直接跳有可能来不及试了，是的是的，哎，然后这很无奈的补这个要补，这个要补，不然被那跳点没法先挡了。刚才我们那个参考图是无可争议的，挡不住，没有办法挡不住。那如果他一出击的话，你基本上就没得挡了。是的，哎，就现在这个必须补那个。嗯，那你白棋拐冲了一下。对，那个补上之后，那么现在是白棋，他就是说，白棋把这块空破了，就是。他现在你看，他这个木啊，这两块木。加上这个，等于是你这一块啊，你要把它这个都顶了，都要顶了。实际上你看它碎的很大，应该说是，白棋这个时候形势不错，是没错，形势不错，他只要钻一钻你或者走走，有可能也不差。但是呢，这个气盛的柯洁直接就进来了。挂进来是吧？他觉得这个棋有棋，的确这个棋呢比较空荡，如果我下，我也比较胆怯的话，我有可能掂量，是不是钻一钻算了？但是呢，他是现在气比较盛啊，是的，是吧？而且呢，白棋他有一些借用，比如说，你得挡吧，他摆个变化图给大家看啊，摆个他的图啊，假如说冲。挡住，那么我弯当然是就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哦，这样，他这里有一系列的先手，还有这样，他比如这一段，你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啊，有这样的，你得缩回去，等等的利用是吧？然后这外面这两个子就被断开了，所以这黑棋并不厚，这里面有藏着有各种利用，那么的确是这样，他有各种利用的
手段，它直接就栽进去了。是栽进去呢，你要是尖的话，它有可能搬完这个钗啊，哎，比如你尖，它就搬呢、啊，这个有可能就这样给你做一个、啊、这样下面虎一虎，什么中间这里还有点还有尖，它反正总有棋，借用很多，哎，觉得有各种利用、嗯，那么它就没有这么下。这个棋呢，要杀的比较狠呢，是这种做死活题比较第一感是这个飞，是。这是，这年轻气盛啊！这已经算是最狠的下法了。年轻就直接就要活进去。对，直接活进去。但是黑棋现在呢，也没有尖顶，他下的是这个。对，上边。他跳到这儿。他觉得多，我如果还在后面走啊，如果我、啊、比如说我还这一类的或者这一类的哈、啊，如果还这样，假如我再这么吃你的话，他这个地方有一些那什么。哎，我借用，借用哎，他就这么来，给你钻、嗯，只要能钻进去就行。对，这钻进去好像难度不是很大。这那他只要钻进去，哎，这个地方拐还是先手啊？对，哎，他有个钻，所以这个棋啊，让他真的是，我干脆你既然来了，我就吃你吧。跳一个啊、也豁出去吃你了，他靠一个还靠一个。嗯。这个时候他也不可能被他搬完打了之后眼位多，是啊，这刚才他还搬了一个，刚才这个地方还有这借用还是存在、啊、哦，还有刚才这个借用，如果你如果比如说爬一个的话，刚才那个被走完了之后打完那个有个刚才那个图啊冲完是直接有个利用哈、啊、有个借用，没错，这个借用其实挺要命的，因为黑棋可能被先手断砍。如果先手断开，那你这外面你自己还得先藏回来，赶紧等等的下法都有可能，使得石也干脆豁出去，我就都要给你闷进来。嗯，其实这个时候呢，两个人也比胆量，这个柯洁胆量也比较大，他直接我就活进去。他挡这个棋、嗯，这个眼不能，必须要走着他飞一个、嗯，干脆要补眼。对，这个飞一个呢，这个地方。就稍微就是那个什么，刚才你的那个图啊，那就更显现更有了。啊、对，这马上要冲断了。啊、要冲断。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硬的，他这种眼位有可能帮他眼位、嗯。是，所以现在黑棋打吃了这个。他是打吃这个，对。打吃呢，白棋也心平气和的，我也不用怎么样了，我就是把它活出来就行。啊。这个棋啊，这是打一个接上，是吧？然后弯一个。弯一个。嗯，他挡住。挡一个。冲一个，挡一个，是吧？嗯、这个棋七死八活，这个里面是多少个啊？这个地方如果有七个就算活。对，主要是这个不能随便搬，搬了你小心被人家打完了，然后这一击打挖断你了，你这下不能打，打完了人家就活了。这刚好活了，对，刚好活他这个一打吃，击打一挖就通了。如果你尝一个或者沾一个的话，他、就正好能够活。这怎么都活了？能够活，对，嗯。这个就因为有什么有个爬的那个棋，对，他往里爬顶一个还先手，正好活棋，嗯，正好活棋。那么现在呢，黑棋一看没办法了，搬一个呢，你如果让希望你那个贪恋那个角，如果你要想活，比如说猴一个什么，他如果一路先手的话，那肯定是先手。先手的话，他有可能是真杀你。对，是的，有可能真杀你，嗯、哎，所以呢，他这个棋不贪恋了，对，他是白棋就直接收官。我下得很清楚，拐一个。啊，这个八目不要了，他先要这个，他觉得这样比较清楚啊。他先搬了一下，试一下硬手。不，这个是算他的，啊、这个白棋就算了。然后这冲呢，白棋就收官，开始收官。对，下尖好棋，尖这个好棋，对，这个是冲完再尖不就挤了？那不行。现在他好像这个，对，他把先送一目，先走的走掉。这个你必须要这么下，挤掉。对，然后团。这个，然后拐先手拐是吧？这是先手、哦，这个棋呢，这个白棋都定定型之后呢，啊、他就把这个挡住了，把这个挡住啊，嗯，哦，看，不，他是把这个吃了，吃这个，他先吃了这个，吃了这个，那他下的就很简明了、啊，现在他觉得这空肯定是够了，他打吃这个，嗯，打吃这个呢，黑棋挤一个，对，然后他提掉，对对对，哦、这个重要。然后黑棋又赶紧这儿冲了一个，把这脚现在吃干净了。对对对。现在弯出来，他冲，他可以从这儿吃回去。对，现在是他尝这个。啊、对，尝这个，这个有个弯了。嗯。你得补了。是。嗯，是吧？那得补。黑棋飞了一个。飞一个，对。然后白棋
他这儿吃了一下吧，这个地方吃一个，吃一个，这儿吃一个，挤掉，这赶紧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挡住太大了，现在。对，这个是要把那个脚那个跳特别大。嗯。说过现在白棋空多了。现在白棋好像已经毫无疑问是优势了。哦。对，空多了。嗯。那么这儿搬一个吧。搬一下。嗯。最后这个，怎么黑棋也要挣扎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黑棋这个冲，白棋冲一个，这儿有个挖。对。啊，你还得补呢。嗯。这个棋打的它会粘上，还有个扑，它是不是走的断了一个？啊，然后白棋又往前冲了一下。哦，这个。接上，接回去，啊。然后他一拐打，急打，白棋脱先了。不，这个哎，对，那个棋对。现在这是黑棋最后的努力。这个棋就是说，哎，但是这个是活棋啊，确实现在你搬他一叫吃，这个棋是活的，你爬他一扑，这个也都回不去，正好是连不回家。现在就是黑棋就是吃了一个小角，但是呢，被白棋这样这个定型了，拿住了，这个给破了。关键是这个。活的这个都给活进来了，本来的黑棋大空给全汤了。他这个柯洁平之自己这个年轻气盛的大胆的踏步往前走，他就说你吃不了我。对。哦，这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最后是给他正好也活了，正好活棋这个地方吃不掉。应该说这个柯洁下的真是他是正状态正好的时候。没错，是这样。正好的时候。这一开始。这儿这这白棋这个靠呢，我们都觉得哎挺便宜的，但是觉得好像被黑棋震过来之后，这个形势也不见得就一定白棋好了，是吗？是。主要还是您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被黑棋飞过来了，被白棋飞过来。对，那是决定性，我觉得决定性。这个太重要了。啊，对，大势那个正好被他控制全局了。对，如果说刚才黑棋这个不硬底下能走到这儿的话，这棋很难说。那就是说，那是一个正常搏杀的地方。走到这儿，那就是如果黑棋不要去顾恋这个空，直接先动手那面呢，那个棋就是说是一个正常搏杀的进程。对，那就还很难讲。嗯，哎，后面黑棋这个对杀下得很漂亮。对，柯洁。那么最后呢，这盘棋的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直白的柯洁是中盘战胜了十月，以2-0拿下了三星杯，获得了他本人的第二个世界冠军。好，祝贺他。好，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